云州秦家寨最出名的武功是五虎断门刀，当年秦公望前辈自创这刀法六十四招，后人忘了五招，只有五十九招传了下来。请问姚寨主，你学的是第几招啊？我秦家寨五虎断门刀本有六十四招，你怎么知道？<笑>书上就是这样写的，多半没错吧？缺了的五招是白虎跳涧、一笑风生、剪扑自如、雄霸群山。 那第五招嘛，便是福相圣师，对不对？本门刀法中有五招是最精要的，已经失传多年，我连这五招的招数都不知道。你这小女子怎么知道？秦家寨五虎断门刀少的那五招，姚寨主贵人事忙，想必已记不起来了。这位姑娘，你跟慕容博老先生如何称呼？慕容老爷是我姑丈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 姑娘武学渊远，在下来历不妨请姑娘猜一猜吧。那你显下身手吧，单凭这几句话，我可猜不出来。不错，这是雷公轰。想必阁下擅长于轻功和暗器。雷公轰乃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的独门兵刃，亲自九打，成次十八破，奇诡难测。 阁下可是复姓司马？姑苏慕容氏武学渊博无比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在下司马林，请问姑娘，亲自是否真有九打，成字真有十八破？你这话问得好，我以为亲自称十打较妥，因为铁菩提和铁莲子外形虽似，用法截然不同，可不能混为一谈。至于成字的十八破，那破牌。 破盾、破甲、三招无什么特异之处，像是故意拿来凑成十八数，称为十五破，反而更惊讶。好了，该试的都试过了，到底来做什么？可以说了吧？我们自然是有要事，一定要见慕容家的主人。倘若慕容公子不在，我们就在此等下去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儿等？ 是包三哥吗？非也，非也，不是包三哥。还不是包三哥，人没到，非也，非也就先到了。什么非也，非也？装神弄鬼！赶快给我滚出来！包三哥，你来得真及时，这些家伙擅闯阿朱姐姐家。 我们正发愁，怎么对付他们呢？青城派司马林，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，也好让我。<笑>就凭你们俩，也配来问我的名字？没听见王姑娘说的话吗？这是我阿朱妹妹的庄子，你们凭什么闯进来？<笑>姓包的，算你厉害。妖魔自知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我今天来是为我师弟之死讨个公道。 到底是不是死在慕容家的手下，还望包先生给个交代。包三先生，我司马林今日到此，不为别的，就想问一句话：我父亲到底是不是慕容家所杀？笑话！就凭你们几块料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，也配来质问我包三爷？按理说，三爷我本该把你们一个个剁碎了喂狗，可又怕。 弄脏了我阿朱妹妹的听香水榭的地皮。算了，趁三爷我还没有发火，赶紧乖乖的给我滚蛋！快滚！走，站住！司马林要不当，你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，不管是你那死鬼老子，还是你的脓包师弟，都不是姑苏慕容家杀的。司马大爷、姚大爷，我姑苏慕容氏与你们素无恩怨。 如果是我们杀了你们的人，又怎能留下你们的性命？就是现在，包三哥如果想把你们全杀了，只怕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因此，定是有小人暗中下手杀人嫁祸，还望各位或许仔细查问清楚吧。怎么着？该说的都说完了，还赖在这儿不识好歹啊？啊，走！
哎，这小子是谁呀？啊，要不要也让他一块滚蛋？啊，这位是大理来的段公子，今天我和阿朱、阿碧都让爷妈妈给捉了，多亏他相救。来，我们干了。干。干。近日里，武林中接连有人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下，这一定是哪个王八羔子跟咱们姑苏慕容家过不去，暗下毒手，把这笔账都记在姑苏慕容的名下了。那你觉得会谁暗中跟咱们过不去呢？第一，不会是少林派，大和尚们绝不会杀他们的自己人。第二，也不可能是丐帮，他们的副帮主马大元最近让人用锁喉功给杀了。锁喉功是马大元的成名绝技，但和少林一样，丐帮也不可能以牺牲他们的副帮主来陷害我们。段兄，你连连点头，想必心中是说包三先生这句话说得有理。非也非也，第一，我只点了一下头，而不是连连点头。第二，我是指你说的是实情，而不是指包兄你说的有道理。哼，你这也算是啊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吧。怎么，你是不是想投入我姑苏慕容的麾下呀？啊？哦，你是不是看中了我家阿碧小妹子呀？三哥，你又来胡说了，我可没得罪你啊。我接到公子飞鸽传书，丐帮有大批弟子来到江南，多半要跟咱们过不去。封四弟急着打架，抢先赶到无锡跟公子会合去了。我怕丐帮会偷袭这里，所以先回来看看，随后我也要赶去。公子有消息来了。公子来信说，有大批西夏国一品堂的高手突然出现，不知是敌是友，让我带着阿朱、阿碧两位妹子先去查查。哎，王姑娘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当然要去了，可是怎么西夏一品堂的人也要和咱们为难呢？这对头越来越多了。有王姑娘和我们同去，只要看上几眼，对方的底细就清清楚楚了。等这件事了结之后，我们就赶赴江南和公子爷会合。真的？那好啊，那咱们走吧。哎呀，只怕王姑娘和我们同去，下次王夫人见到我，非狠狠骂我一顿不可。嘿，你老坐在这儿，我这说话可有多不痛快啊！姓段的，你这就请便吧。我们在这说话，用不着多上你一双耳朵、一张嘴巴；我们去打架，也用不着你在这儿，关张喝彩。王姑娘，阿朱、阿碧两位姑娘，在下告辞了，后会有期。段公子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呢？这太湖的水道你又不熟，不如你就在这里借宿一晚，明日再走也不迟嘛。今日走，明日走，反正是都要走的。告辞了。等一下，我让下人送你出湖。不用费心了，你只要借我一条小船，我自己会划出去的。哎，今天来的那个吐蕃和尚不知什么来历，也得查个明白啊。等我们见到表哥以后，一切就清楚了。